小米12S Ultra 是我们最为自豪的产品。小米影像大脑融合莱卡光学和对画质的理解，让我们真正打造了一部适合抓拍和创作的专业影像手机。但其实在发布之前，内部有两个项目同时在跑，其中一个接近传统手机的形态，而另一个虽然外表看上去差不多，但其实有一个隐藏功能。完整一英寸传感器搭配专业镜头独有强大的光学素质，它所带来的解析力、画面的重进度、真正光学的前景深，让这些照片和手机摄影明显拉开了差距。实现这个思路的关键是第二颗直取光一英寸传感器。不同于以往手机配件的思路，它绕过了手机原本的镜头，直接获得外部光线，减少了光线折损，安装在像场的正中央，获得最清晰的画面。结构再次加固，镜头卡口直接固定在整机中框上，表面由蓝宝石玻璃保护，避免了日常使用造成磨损。我们兼容以镜头体积小巧著称的莱卡 M 系列镜头，安装方式和相机相同，一扭一卡就完成了。软件上支持峰值、对焦、斑马线、直方图等常用工具，可以拍摄10bit 的 RAW 格式文件。我们和大家一样，看到这个原型也不免产生启发。概念机的目的就是在保持便携性的基础上，将一部分影像能力外置出来。我们原以为的瓶颈就一下子被拓宽了。它既是旗舰手机，又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一台专业的影像设备，既便携又强大。这就是小米12S Ultra 概念机。 Xiaomi